前尊敬以及感谢之意，要来为高雄观光圈献上祝福，也期望呢各个产业我们接下来共同齐心合作，一起来创造观光佳绩。所以紧接着上来，是不是可以请各位长官贵宾将您的双手借给我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麒麟原住民文化艺术团。
政府，啊，立法院徐志杰，啊，还有邱进宪议员，啊，沈万忠议员，还有姐姐，他的也要来到现场，来代表助理哈，贵宾，尤其咱观光圈联盟的伙伴们，贵宾，啊，欢迎大家，下午好。好。观光圈联盟的成立哈，就是咱部长做好来滴，甲高雄一粒一粒的珍珠，吼，来串联起来，搁加三粒叫做冰冻，吼，啊，咱等于四十一粒的珍珠串联起来一个，吼，高雄观光圈啦，吼，相信这个观光圈的成立呢，啊，咱高雄市观光局的局长啊，周立波来在领导之内，啊，我发条，因为高雄市观光局的团队，吼。都非常认真，伫咱实则市长、李市长、啊陈其迈市长的卓越的带领之下，团队对各位观光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做。哎，咱今仔二十三号嘛，要伫个福华大饭店七楼吼，高雄全部观光产业有关的理事长、会长吼，加一寡观光产业加参观群的吼，今仔咱参观群嘛拢到现场吼。高雄市三号的咱陈其迈市长，这几年高雄市陈其迈市长竞选后援会总会哈、哦、成立，啊小弟呢嘛担任这个哦总会的总会长哈、哦，啊今仔日非常欢迎咱来自参观区哈、哦，啊咱足济贵宾哈，今仔日观光会观光圈的成立哈、哦，对高雄的观光产业发展是非常的大，相信呢有咱的观光圈的成立，高雄的观光产业蓬勃的发展哦，伊搁较紧的，也一紧的也到来了哈、哦。啊，叫咱今仔日咱的观光产业观光圈成立哈、哦，成功圆满，成功顺利哈、哦，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观光产业界生意兴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作为我们观光商圈在整体行销方面的一个经费。
会办活动的机会。接下来我们高雄观光圈联盟的成立，更重要的是区域旅游品牌的建立、套装旅游的推行，以及相关我们对数位品牌的转型的推动，这都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跟办管处一个重要的工作。从山到海，从都市到乡村、渔村，整体的一个发展的推动。在这边，两位交通委员特别向王部长跟张新聪局长要求，后续的经费后续的机会要多多拜托你们，下个会期是预算会期我们两个都会很认真，还有刘四方委员。在这边也要谢谢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跟史哲副市长非常的用心，我们举办一连串的活动，不管是国庆烟火灯会，或是相关爱河高雄港的相关活动，今天奇迹也有活动。那我们在山区相关的套装旅游，市长跟副市长也都投出非常多的资源，那我们也希望使得副市长点子王继续的办活动，来促销我们整体高雄的观光。在这边充满感谢高雄观光圈联盟，加油，谢谢。
请外市长、副市长、局长啊，跟李行在这各位，我们所有的古林先进、古林前辈啊，咱把这个武林大会做好啊，啊，让全世界啊来咱这观光啊，这是咱的功劳啊。那我也再次的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啊各界的好朋友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年春风，夜路无风，我是高雄小平东啊。祝咱观光武林盟主成立大会。啊，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林委员为我们带来支持，就如同刚刚说的，借由我们高雄观光圈联盟的成立哦，期待呢我们这个步步都是观光处，点点都是打卡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继续努力。那跟部长报告，不是我不支持你，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很忙，我们从观光前就播音啊，就不干，传到就把它卸掉了。为什么很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趋缓，即将来临暑假，我们配合交通部的国旅啊，那就有够加码，你们就去玩加码，周间要签周五都不能。那周立文局长就开始请我那个嘉宾了。啊，兵家说，一定一定嘛，啊，看这个黑沙湾疫情，兵家了，立马立马，啊，文化博物来支持，我参与一寡文博的活动，啊，文博馆，感觉讲较有气质，较有赎罪感，啊，赎罪完了，以后办这个放风吹啦，放风吹了，以后不假，这邪恶的邪主机啦。邪恶钱出几乎出来都高级麒麟啊！最后个我就报告给大家报告，我们观光局经理啊，从心灵的层次啊，到生理的层次啊，都去加大啊。所以啊，所以我们这个暑假其实观光的成绩还不错啊。据了解，有120万人次的住房率，30亿以上的产值，所以他们贡献，他不会，所以把他就把他办了啊，他们对我们进行嘞啊。那你跟部长报告，这个部长很严格。我刚刚稍微上网看一下，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这个观光圈的网站还没有把我们高雄观光圈放上去，这标示说保定点来见证的啊，对不对？好，高雄保定。那最后顺着这个刚刚我们两位立委讲的话，下个会期是预算会期。不过虽然李委员把他称赞或是点子。但是我的最重要还是死要钱，所以还拜托大家李委员来帮忙，来我们光光给小水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李部长我们的支持，那我们也期待高雄第二城市活力还有观光潜力，都可以在我们高雄观光圈联盟的成立之后，被更多的国人来看见。包括我们郡县跟安州两位，
对啊，今天来的都是很关心我们交通建设的委员，而且两位委员长期在交委会，啊，也争取很多在高雄市的各项的建设，还有江南路啊，希望督促能够对高雄多一点建设，多点补助，还有包括现场的周连文副局长，还有我们高雄光圈的各部门组，还有包括光圈的所有的干部，还包括今天有很多工协会的理事长都在场，还有我们张其忠局长，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真的很开心哈，来参加高雄光圈的这个成立大会。刚开始指责部长说我们最后一个，事实上我们后面越办越大，你知道吗？因为越来越有经验。那因为明年呢，我们的公管处在高雄是茂名，所以茂管处而已。那透过这个光圈，把高雄市所有的范围，还有屏东三个乡都纳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把所有的观光资源整合的一个成立大会，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个业者在食宿游购行各自的发展，那当然在高雄市观光局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有一个是由上而下，就是交通扮演的角色是整个包括跨产业跨区域的一个整合，那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是把资源做一个整合。把市场或是把饼做大，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成立相当多的一个观光圈，他们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尤其我们在这样在讲，除了国内旅游，更需要国外的观光客，所以我们必须打出一个品牌。刚才徐志也所讲，那这个品牌就是观光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上个月19号，我刚到泰国曼谷参加观光部长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也有类似，包括区域的这个所谓观光资源的整合，也包括现在的一个趋势是把绿色跟永续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和目的地跟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旅游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好的这个景点不要让它破坏，没有把它留下给我们后续的子孙。那这个是非常可惜，所以现在绿色有序这部分在我们整个观光部长会议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目标，那也供我们高雄观光圈的所有的先进来参考。另外一个就是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在这次大家也很重要，就是说数位转型的精神它可以跨区跨国际，所以数位转型在各国，包括结合 AI， 包括我们 AR、VR， 还有包括 Metaverse， 有效然后精准的行销。那这一部分我有跟我们观光局的张局长有特别提到，如果在整个数位转型，在我们观光圈里面需要一些协助啊，那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协助，因为有很多好的观光的这些景点，或是好的这些。旅游的这些路径必须透过数位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知道。那疫情两年多来，我也知道在高雄的整个观光业也面临一个非常辛苦的时间，那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观光业的共同时间，也用各种方法然后来这个度过这个寒冬，也包括发展很多好的流程，包括把很多饭店、旅宿，还有我们的这个餐饮的部分都做得非常好，由国内旅游来这个支撑这段时间。那教育部在今年7月15号开始办理幼儿国旅那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很多人都不知道，比如说高雄有很多地方是特别好玩的，他趁着没办法出入的时候，在高雄去看，挖掘到很多。非常不输于其他全世界的这个景点，那这个也都是我们观光圈的努力嘛。透过你们这个好好的把这个观光把它经营起来，把好的这个景点给大家看到。那这段时间很辛苦，透过国旅，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热身哦。也就在这段时间，9月份这个月可能是也很关键的，就是毕业年这
这个部分，如果它有下降的话，啊，国境的开放可能会更顺利，所以我们事实上在部里面也在观察这个月的整个疫情有没有从下开始往下降，那它高点在哪个地方？那我想要大家在这个国旅这段时间努力耕耘热身，整个国旅市场都带起来，我们是准备好来迎接全世界的观光客。高雄我觉得在我们观光圈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兼具这个都会景点跟偏乡的景点，这在我们很多的观光圈大部分是以这个偏乡为主，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它有这两种特色，它整个多元丰富的旅游元素，那高雄的观光是充满了潜力。那高雄观光圈我的个人的期许，我希望是由文化管处来参与整个这个观光圈，那还请这个高光圈的所有的成员可以提出各种提案，这个提案是可以促进我们高雄观光发展的提案，包括流程的串联，包括你们要建立像类似观光地，你们要不要推展一些优质的这个旅游？我们期待这个光圈每一年会编年度计划，我很期待，因为真正的专家是现场的推升机，你们提出来要怎么样做，让高雄的观光这个品牌可以打响，让全世界知道。那我也期待国际开放以后，高雄观光圈欢喜来迎接国际的观光客。我在这里祝福这个观光圈一切顺利的推展，也祝福各位观光业接下来是生意兴隆，现场的贵宾阖家平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部长，有请部长继续留步。Thank you.
请我们的。